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今夜宴请天幕城使臣，你也来参加。嗯。啊？若他们在宴会上提出割城献金之事，你大可直言不讳地说出你的看法。哦。切记，在使臣面前收敛你的脾气，要温婉贤良一些。 怎么了？啊！刘学明，抱歉，实在是因为你俊俏的容颜，我一时间没把持住。 你这个女人，简直武功不弱你！啊！我……哎，主上。